有一点卡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卡？Oh.
你这是闪现撞了，我操！哎呀，low啊！不是，切的太快了，应该提前切的。哎，别刷这。我要放在小木屋了，哎，这个逼给它放出来了。守墓人救吗？不是，没人救，卖了。
哎呀，这前方赶上了，我操！还好，我还以为他拉的是短球、长球，他没球了。哦，没人救了又。有可能三杀啊，什么？快点把这个人打！我操，这里没啥影子，我裂开。我说啥了？没赶上。
怎么是你在这里啊？我以为是娃娃。哎呀，娃娃在废墟里啊，他放在……我以为他放在小木屋，我操，亏死了！我裂开了，那鸟交了，有机会。拉球，拉球！他妈的！不提前拉球，到我脸上再拉球，没拦住他，拉了个弧度太大了。应该把他挂回去的，放在这里打拦截。哎呦，GG了呀，兄弟！妈，浪了一波，打错了，不该这么打的。机会呗，好个屁。
赶上了。应该手电机的，我打的有问题，我打错了。怎么都刷在这里？要卖娃娃了。不是吧，这里是救人位。
老白给了，买药瓶。哎，别卡啊！我操！医院里。又三杀了，操了个地球。没办法，哎，不过也一样啊。我刺杀的话，也是要打两把。秒倒是不可能秒倒了，刷在这个地方，妈的就把输一半了。带着谁抓谁？谁？孤军。嗯哎，别给我别消失，别消失，给我打一下。哎呀，我操！
秒救了。没有。啊？也行吧，打他一下也行吧。届时应该从中场过来救，他鸟没交就是为了让人救下来。不，他找祭司偷。卡死了。别失误啊。要有个地下室完美，可惜没有。这鸟不打算交了，应该是。哦，不对，鸟交没交我忘了。怎么全是一闪击啊？完了，我裂了。操！哎呀！啊他妈狗屎！啊，平局了，没机会，不该这么打的，中间有一波打错了，应该守尸的。气死了。
操，我有点卡哦，得死机啊！再见。怎么是祭祀啊？哼，打扰了。断了。算了。还修两台了，还有最后一台机。
可能要直接开，没有吗？妈的，摸到怀表了。哎呦，不该钻这个洞。戴怀表，我操！为什么开局旋风啊？
计时在哪儿？操！我没看到。哎，烦死了！这鸡是从后面偷过来的，从对面偷过来。看了一下对面，没看到他，躲在那树后了。裂开。他妈不叫鸟啊，甚至不给鸟。没拉出来。终于给了，他再不给我裂开了。我左边的人来求。我刚想说这波被救到可以吃屎去了，然后就被救下来了，醉了。在网先知那里跑。还要挂到了。哇，凯德先知一直在跑。知道啊，先知钢刀。他往外带了，我不管他，回去。Thank you.
差一点，差一点就挂不上，还是很厉害的，有点难打，有点难打。开局就碰到他了，不追。我肯定放。哎呦，这波不该打他的感觉，我好像亏了，因为这个逼拿得太远了。这波可能是我一个大失误。白打了，转根本不转。还是要救。感觉应该能挂到吧，哎，应该过去插个眼的，失误了。我忘了啊，我一直以为他们有个祭司，那没事了。没事了，就这
完了，我在这里凉一半，别搞了。先知双十一，调香师在这边，小木屋是机械师，脸上有耳鸣。娃娃的。机械师跑没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裂开，早知道直接去抓先知了。哎呦，逛街硬逛。完了！哎呀，操！急！哎呀，妈的！机械师没找到。是没受伤，机械师在小木屋，我要小木屋去拦截机械师，这波拦下来就能打，拦不下来是 GG。大船已经有人了，就怕他们两个一起救，那就完了。调香师。前锋又被磨好了，哎呀，机械师和前锋一起过来的，我们差一台，我们差一台，不着急，大船跑过来了，双十一这台守住，前锋没什么球，这两个人可以一起救，我肯定被救出来。
不敢赌，我不敢直接传大船，传大船的话，炸掉了吗？炸掉了。救人了，怎么绕过去？啊，在这儿蹲地窖了。哎，别！不是，哎，操，这傻逼，他妈的！要飞了，你不守地窖，你别刷在这里啊，我操，又被拉去里。我操，不是吧，啥时候接的这个？哎呀，烦死了。
哎呦，我操！哎，这不杀也亏啊，也还是亏。他四号机还是让出去了，这咋办啊？我现在也不想换市场。库裂开，打个锤子。完了，不换可能要输。这把打的打小木没把弄死，给我一个传送吧，老哥，我想要一个传送。算了，已经知道结局是平局了。啊，看军的波走慢了我。把卡在小木这边，本来想。这个电失误了，这个电不失误，这把已经结束了。不命了，演员也带不命。
我放出来了坏消息。要开三台了，四台。咋办？哎呦，给他弄到了。裂开，打他的时候忘了后退了，不过后退也没用，他肯定要在我身上动。你们手艺这个兵在哪？在上面。
为什么呀？好活，我他妈都慌了，哎，舒服了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刚刚那个线没电到啊？那个线没电到，我都慌了。